艺人演唱会上总有许多突发事件，你永远想不到粉丝近距离遇到偶像会是啥反应。近日，网上疯传一段周杰伦演唱会影片，一名站在第一排的大叔粉丝拿着手机拍摄，眼见偶像周杰伦正好走下舞台，并且朝自己走来，忍不住大叫偶像的名字：“周杰伦，周杰伦。”可以感觉到大叔见到偶像是十分的激动，但这语气听起来实在是太凶狠，加上又有点粗犷的嗓子，让人不禁联想到讨债时的口气，连周杰伦都愣了一下，才赶紧上前握手。不过后来周公举还是忍不住的笑了，大票网友看到这段视频也是笑翻，还调侃男粉丝：“你这样喊周杰伦，他是不是欠你钱？”也有网友表示：“效果最重要。”